谢谢。那个香港的朋友，有错很多吗？哎，问你们那么准呢？好的。就是要一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嘉宾。谢谢。你们尖叫不够大声啊！啊，开心啊！好，那我们再来唱你 Q 歌，我 Q 歌，好。对，你要想讲话吗？我没有啊，就是很开心啊。这是什么回答？就是会傻笑而已啊。会傻笑。好，那我们来唱接下来这首歌，很欢乐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很欢乐。对对，大家可能或许是没有听过，但是一听就会记得。好，嗯，所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可能可以跟我们一起，就是去和声当和音天使的感觉。对，很 easy 的。好，所以待会你们就看我，如果我在一个地方有唱的时候，你们就跟着我一起唱。好。这首歌你说叫做什么 ？Forget You。Yeah。听说这首歌是有点五步动作的感觉是吗？怎么跳？你教我。我要说有的协调了。这有点难。沙滩，生命是光，自由的力量。
你的舞步好难学哦。因为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舞步。对啊，就是你知道这是灵魂女生，这个是就是有点这种摇滚的感觉，就是要配合。你看我今天这一身都是配合女生。哪边啊？哪里？黑色啊，这是刚关出来的，然后很帅气，没有，刚关出来，没有，刚刚就是把它剪开来这样子。好，对，刚那首歌是那个，就是我觉得是刚那首歌哈，介绍一下，对，可以讲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啊，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叫杨爱比写的，然后他里面就在写说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规则啊，很多别人看我们的眼光啊，别人给我们的限制，可是呢。我们要尊重，我们要相信自己心里的声音，然后呢，就是 forget you 没有关系啊，你认为这样没有关系啊，可是我就要做本来的我，对，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对，有自信，是的，太好了，对，对，对对对，因为这对根生人来讲就是很有用。根深蕊，那如果再粗一点的话，就是根深蕊。Thank you。好了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邀请你来。啊，我刚刚已经跟他们讲了，就你如果唱得太好的话，那等一下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这样子。所以，对，然后我跟他们讲好，就是尖叫声要一样大，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对，就是拜托一下，谢谢大家，就是各位善心人士。那你什么时候要发片？在预备中吗？就是一直在预备，真的、哦、对，在录音，然后在试很多方式这样子。好，那你们要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就是打个广告啊，就是说在录我的单曲，然后如果到时候出来的话呢，再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你的歌迷真的都很有爱心，因为他们关心根深蕊，都关心，不要讲，怎么自己这样？好，那你是射箭，我不是射箭，我是御箭，典狱长，典狱长，看起来很凶的典狱长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时间就给你。好，那你要等就是给你。我好，就舍不得下台，没有，怕下台回不来这样。对，好，来呀。